哎，小范，你看这个祭坛好看吗？还行。哎，小范，你看这个绿植好看吗？你买绿植干啥呀？不放家里吗？哎，用不到吧？你觉得好看就行啊。小范，哎姐，你看这个茶几怎么样？不是姐，你别折腾了，你整这些干啥呀？那不是家里没有吗？正好也添置一些。不是，我寻思我没来之前你这也没有，你说你现在花这些钱不至于。那不一样，这不现在你搬过来了吗？我想让你更有家的感觉。不是咱的公寓不回去住了？你想回去啊？我不是，我们寻思不是离那公厕单位不是近吗？我看你不是想离单位近吗？是想离谁近吗？你看你老拒绝我的意思。没有，我寻思我的东西也都在那边呢，对不对？行，咱回，咱明天就回。不是你别怄气，你别怄气，你整那么快干什么？又嫌快了，你明天回去把东西拿来嘛，你不是没有东西吗？啊，就搬这儿来住呗。咋的，你不想？那我倒没那意思。哎，行了，你自己回去住吧，不想拉倒吧。不是，我没那意思，你看你又生气了。门口给你买的鞋，你一会儿试试大小，不合适就退了。